这墙这么高，你小心点，别摔了。这卖鱼女子一定是老天给我的机会，要么弥补过去曾犯下的错误，要不然这世上怎么会有长得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呢？马良啊，你心不静，你在烦些什么？你不要管我了。不是我说你心不定，别说是背经，连能不能读懂都是问题呀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；若取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受者。何以故？哎，你干嘛这样一直看着我？我在一旁看着你背经，见你神情忽喜忽忧，徘徊在忧喜之间无法静止。看你这样，让我想到你刚刚所念的经文，所谓无我相，就是要超越自己的执着；无人相，就是不以为他人和我对立存在；无众生相，就是要以平等观看待一切，不用比较计较的心去衡量众生；无受者相，更是要我们放下对我人和众生的执着，不要去要求这三者持续不坏，永恒不变。金刚经中这四相，实际上都是由一个心所展开的。马良，你看得到自己的长相吗？看不到。但你看过是吗？在镜中看过。那镜中影就是你吗？不是，我人在镜子外面。是啊，镜子是来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。假如没有借助外在的境界，我们又怎能看到自己的心呢？金刚经上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就像这水中的影像是不真实存在的，重要的是你的心。我的心？佛说心生十法界，是佛，是鬼，是人，是阿修罗，都存乎一心。你是在讽刺我吗？没有，和你打个比方，你现在背诵金刚经的心，想到卖鱼女子对你好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就仿佛在天堂一般，但一想到张大的丑陋，心中立即升起嗔怒争斗的情愫，想与他比较。这样的心不就像个争强好胜的阿修罗吗？这样的心永远无法得到超脱。看清楚了，就那个破寺，快走。邪门了，这破庙怎么就走不到呢？二郎，
为了你，为了赢得背经比赛，我一定会下定决心背好经文。 夫人，您的洗脚水好了。既然你的条件这么好，我想只要你愿意，这金沙滩任何一个媒婆都能替你找到很好的夫婿。为什么你要这样抛头露面的举办背经比赛呢？ 难道你不知道，有很多男人的心不定，经不起你这样的引诱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的丈夫，他对你已经疯狂到忘记家庭的责任了。夫人，我并不认识您的丈夫。对我来说，他只是众人中的一人。可是，我并没有刻意推动什么事。 一切都是因缘所聚，所以有了这次的背经比赛。您说，您的丈夫为了这个背经比赛，忘记了家庭的责任。可是您要了解，我是管不了他的心的。每个人的心，只有他自己能主宰。他是您的丈夫，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。 可是，你不应该与我为敌呀，夫人。不是这样的，没有人与你为敌。正确的说，自己的心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。自己的心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。他是我的丈夫，我应该更了解他。 这曼云女子说的可真是，我一直视她为我心中的第一位。可是她是怎么对我的？夫人，夫人，您的洗脚水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 他嘴上安抚我，可心上呢？妻妾是一房一房的娶，妓院一间一间的跑。如果他真的在乎我，像我在乎他一样，那他根本就不会……原来他从没有把我放在心上。 衣服都湿了，你看，我快点回房换衣服去。回你房里去换，我心烦，想自个儿静一静。好，好，好。你干嘛吓我你？三更半夜的。 你鬼鬼祟祟去哪儿啊？我肚子上茅房，上茅房需要让鬼鬼祟祟的吧？真是的！老爷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事情这么严重？不用问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夫人在洗脚水呀，洗脚水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我要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。真是倒霉。哎呀，哎呦。 不好了！怎么不好了？
我问你啊。嗯。夫人有没有赶过我？我是说，在他房里过夜。没呀、啊。那夫人有没有拒绝过我帮他洗脚呢？嗯。老爷，你在开玩笑吗？夫人不是最爱你帮她洗脚的吗？可是她今天两样都拒绝我了。啊？会不会夫人的心理上有什么变化呀？心理上的变化？老爷，您多心了。嗯，这女人心嘛，总是跟天气一样变来变去的，她是不是啊？对呀、啊。我忘了，她是个女人，对嘛？老爷，这搞不好她只是耍个花招，引起老爷您注意啊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啊，有理，说得有理。老爷，哎呀，我有件事忘了跟你讲了。我打探到那个比试的方法了。真的？对啊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比啊？抽背。抽背？对，怎么抽背啊？啊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那个萝卜蹲萝卜蹲那样抽背。哦，哎，知道吧？哎，老爷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做好了破解的计策，您只要安安心心的参加比赛，一定没问题呀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靠你呀、啊、最妥当了。谢老爷夸奖。哎，请。天凉了，老爷需不需要先换件衣服呢？对，是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，哎呦，我，你怎么了？都肚子疼，我有，那就赶紧去那个茅房，茅房 啊，我去换衣服了。老爷不送了？不要送了。啊，我说张安，哎，没事，啊，没事了，好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哎，张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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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当然赢了！哎呀，张大，张大一定赢了！张大，张大这大草包怎么能赢啊？依我看，还是金沙滩才子李高才比较有机会呀！啊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你看，哎，这不是张安吗？怎么，你赌你们老爷赢啊？嗯哼，嗯，张兄，我看你还是考虑考虑，论背经文比赛，我看还是读李高才保险些。嗯，所言差矣，虽然李高才他博闻强记，以技术方面来讲是没办法跟咱们家老爷比的。告诉各位啊，咱们老爷啊这次可有万全的把握。哎，不是我内举不避亲，隔壁望内弯呐、啊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对咱们家老爷可是信心十足啊。这次站长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李高才这一次啊，绝对赢不了。好，站长，站长，Thank you.
底是张大、李高才，或者是那匹大黑马？考虑好了，马上下注啊！下火柱，马上离手！来，下火柱，马上离手！下火柱，马上离手！快快快快！来，下注啊！下火柱，马上离手！你不说马兰已经被这个情形对我来讲是个意外。什么意外？哎，谢谢。哎，今天很开心，有这么多金沙滩的人民参与了这一次背金比赛，大家一起来为这个背金比赛做个历史的见证与评判。我在这里谢谢各位的参与了。好，现在站在台上的呢，就是通过第一次背金比赛的参赛者。什么？李高才还没来？搞什么？既然连参加比赛都这么不准时，那就算他弃权吧。哎，将军，将军，容在下一言。什么话？说吧。谢将军，将军适才说要取消李秀才的资格。在下以为这李秀才一定是为了认真的准备今天背诵经文的比赛，所以呢，通宵熬夜睡过头了。哎呀，这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啊！我们都愿意啊，等他一下下，好不好？一下下，一下下，一下下。难得，你们都有这份气度。那好，我们就多等李秀才一刻钟。我来了，来了，你，少爷，少爷，挺好的，很有福的。什么病啊？李秀才，李秀才，你的身体，谢谢将军。我的身体不碍事，有一点小病痛，耽误了大家的时间，对不起。谢谢张老爷替我保留比赛的资格。好说好说话。将军，比赛开始吧。真的没问题？没问题。就请姑娘宣布比赛的方式。是，这次的比赛采用抽背的方式，由每位参赛者轮流背诵，每人至少背诵两句，并可指定下一位背诵者。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嘱咐诸菩萨。九号，如今谛听，当汝所说，善男子、善女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七号。须菩提，须菩提，须出局。出局啊！出局！出局！出局！须出局！出局！啊！不，出局啊！出局！出局！哎呦，出局！出局！哎呦！须菩提，
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真是菩萨。一号，一号，哎，是我。如来说明真是菩萨。如来说明真是菩萨。这个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肉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肉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十七号，如来有天眼佛，如是世尊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慧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慧眼。一号，怎么又是我？有了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法眼否？如来有法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是世尊，如来有法眼？如来有法眼？须菩提，于意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佛眼否？如来有佛眼否？如是世尊。七号，如来有佛眼，佛说是经已。长老须菩提，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一切世间天人、阿修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你们三个人将《金刚经》一字不错的接力背完，三个可说是不分轩轾，都是金沙滩的才俊呢。不过今天的比试，终究没能选择出最后唯一的人选。不知姑娘有什么看法？我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嫁给三位男子，所以……哎，姑娘，你不会要我们背诵经文吧？我说姑娘，你看那个穷书生，他根本没有意思娶你，这个穷酸他养不起你，只有我在下我可以让你大富大贵，生活的无忧无虑啊。姑娘何必这么麻烦，直接选我就得了嘛。哎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哎，不行，我这样对于其他两位太不公平了。无论他们的想法如何，他们都参加了这次比赛，先前的规则还是得遵守。姑娘的意思是，这第三次还是比背经，这次背的是法华经。至于这部经书，因为较为难得，所以由我来准备。还烦请将军派人送至三位府邸。至于时间上呢？小爷，小爷，小爷，少爷，将军，我要出宫。好，出宫。那你快去。我有什么后续的消息，我会派人通知你的。谢将军。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张老爷厉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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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这不是李秀才吗？啊！哎呦，脸色那么苍白啊，怎么搞的？难怪，给你几张吧啊！这个草纸啊，留着用吧。哎呦，还不要嘞！哎，这么大碟，好优秀的大字报！作弊能做成这种地步，还真的有点张大老爷的风格。我说张老爷。您家庭的和睦，就是靠你这技高一等的作弊方法来维持的吧？哎呀，李秀才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啊，早知道这几根巴豆整不死他，我就下重一点的药。
好啊，张大，你个没人性的，你居然给我们家少爷下巴豆啊你！怎么了？下巴豆怎么着？没给你下皮鞭不错了。你啊，怎么？怎么样？好，既然我已经知道我拉肚子的真相，我就更不能让你娶到卖鱼女子。我告诉你，张大爷，这金沙滩只要有我李高才的一天，你就休想赢得比赛。有！我告诉你啊，只要有我张大一天呢、啊，我就一定要娶到卖鱼女。你休想！休想！因为我一定会赢得比赛的。哟，好大的口气呀、啊！要是你赢不到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学狗叫，绕城三圈，自取才子之名。哎，好！要是张大张老老爷，您要是输的话，那我们又赌什么？那就赌我一辈子当乞丐，怎么样啊？老爷，一辈子当乞丐，没关系啊，就赌这个了，一辈子当乞丐，怎么样？一言为定。好，来，一言为定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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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家伙都没带，哎呦，没饭吃。小六，哎，我们走。你先回家好好的学狗叫吧，啊？还搞不清楚吗？老爷，怎么了？那不是马良吗？对，是他。这个臭小子，带人就给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是，老爷，走，兄弟，走。大神来了，看看漂亮的布啊！哎呦，哎，快点！夫人找您回府呢。哎，夫人，夫人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一个小小的杏花，怎么知道夫人找您有什么事呢？就烦请您走一趟吧。回家。哎，请。等等，姑娘，是我，马良。你拉码头干嘛？找死啊！走开，姑娘，可否听在下一言？怎么傻了？你拦下我的马车，不是有话对我说吗？说吧。我只想要告诉你，我一定会赢得背景比赛的。你说过了。不，为了你，我会拼命的去背景。我不会让张大毁了你一生的。所以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赢得背景比赛。你不要误会啊。我不是要逼你嫁给我，你放心。我的意思是，就算我赢了北京比赛，你还是可以一样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只是想要保护你。
我今天来跟你说这些，就是让你放心。我从来就不担心，又何须放心呢？可是我……我说过，能够赢得背经比赛的人，就是与我有缘分的人。如果你过了背经比赛，我自然嫁你，又有什么肯不肯的问题呢？除非你不想娶我。我没有。别急，你的心意我知道了。哎，好漂亮的簪子啊，要送给我的吗？谢谢，好看吗？小梅，怎么想起了些什么吗？没事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夫人，我们夫妻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？出去。对，坐呀，别拘束，这也是你的家呀，干嘛那么小心翼翼的？听说你通过了第二次的背经比赛。啊，夫人，你怎么提这事儿啊？其实参加背经比赛，那是，那也是为了李府争光嘛，为这个，为夫人您争个面子嘛。所以，听说你通过了第二次的比赛，我替你高兴呢。啊，张大。是夫人。咱两做夫妻。也有十多年了吧？是啊，是啊。我知道，这些年来，在你心里，对我，从没舒坦过。夫人，你怎么说这话呢？我知道我自己，我凶，我强势，我管你，你会觉得很烦。可是因为怕我，却不敢发作。张大，我不是在给自己找借口，我会这样，我完全是因为在乎你。我知道，不，你不知道。张大，虽然你入赘我们李府，但是我没有丝毫的看轻你。我从没想过用我家的财富来贬低你作为我丈夫的权利。在我心里头，我把你当做我的一部分，我真的是想好好的珍惜你。张大，有哪个女人会像这样抛头露面的揽下所有的家计？我也是个女人哎，我也想要躲在强而有力的臂膀之下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可是你，我知道，你是恨铁不成钢，都是我不好。这些都不是问题，你不行，我来。这是我的想法，只要你对我好，我想只要我能撑，我就尽量的撑下去。只要你能对我好，一切也就算了，这大概就是我的命吧。
秀，我一定会对你好。你是对我好，可是你对我好只是一种敷衍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的。张大，我告诉你，李高才赢不赢，李府丢不丢脸，我一点也不在乎。我要你立刻退出比赛，你愿意吗？夫人，不会吧？这比赛我已经通过两次了，花了多少心思，很不容易啊。我不在乎这些，如果你真的在乎我，我要你立刻退出比赛，怎么样？不行啊，这太可惜了。好，好，我明白了。哼，张大，咱们今儿个挑明了说吧。如果你要继续参加比赛，可以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跟我打赌。打赌？你可以继续参加比赛，但是一定要赢。如果你赢了比赛，不但可以娶卖鱼的女子回家做妾，哼，而且你今后的生活开销与行为我一概不过问。你想赌就赌，想嫖就嫖，想娶就娶，过你随心所欲的日子，也用不着花心思来敷衍我。可是如果输了，那怎么样？离开这个家，光溜溜的走，一分一毫你都甭想拿。夫人，你非要这么办吗？你跟我们这，我一定得这么办。怎么选？现在就做决定。怎么样？还要参加吗？我要。我知道了。